我之前啊一直想不出来这个楚怀王应该是个什么样子。嗯，我现在看见你啊，我就知道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刚刚聊到了曹彰啊，两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形象啊，玉郎和这个楚怀王、啊，这两个人物，你觉得哪个人物演起来更难呢？玉郎，嗯，玉郎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。我在接受了玉郎这个角色之后，我后来就跟小龙导演经常交流，我说我可以演一个坏人，嗯，我可以演一个贱人，但是我不想演一个愚蠢的恶心人。当我改变不了他的戏剧功能的时候，你比如说他逮哪个女的都闻，对吧，他逮哪个女的都要耍流氓，嗯，他杀了自己的义父，这些事儿是你不能动的，嗯，你动了你影响别人的人物了。那么在这种前提下，我想让这个人起码第一不要那么蠢，嗯，我希望让这个人变成所有的选择都是当下最好的选择，就是玉郎起码是他是有脑子的，再包括我用他的剑来掩饰他的恶心，嗯，你当你去调戏一个良家妇女的时候，你上来就跟狗似的去扑啊去撕，就很恶心，嗯，但是我可能就会让他，哎呀妹妹，哎呀战壕哥哥呢，就是这个人就会，哎呦，就这人怎么那么贱呢？但是你贱的时候，你心里其实没有那么讨厌他啊。你觉得，哎，这人有点贱哈，就是这种的，嗯。所以玉郎的难度在于分寸和空间感。嗯，比如说啊，玉郎看到这样的美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眼神，什么样的表现？这个楚怀王看到这样的美女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？玉郎是一个行为比语言快的人，嗯，一定是先有行为，嗯，啊，就是比如说先上手，嗯。怎么样今天过的，他一定是行为在语言之前之前，当你想拒绝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已经达成了，嗯，我觉得玉郎是我心里的玉郎，嗯，就是这样的，嗯，楚怀王是他是王嘛，嗯，他还需要撩谁啊，嗯，就看就好了，招之则来，嗯，过来吧，嗯，好，过来吧就可以了，就还，哦，都是他的。那这个生活当中曹彰，你要是遇到这么漂亮的美女，你一般是什么样子的？看都不看，真的，谁也有呢？那这样，你当时遇到你太太的时候是怎么表达的？我遇到我太太都不看，看都不看，我们都听见了。那第一次看到太太是怎么笑的？哎，那王的气焰瞬间没有了。这王已经退位了，这退位了。